今天啊，来到了橄榄树啊，中老年活动中心啊。甘总呢，给我说呢，这怎么有两位老人是吧？对，是怎么个情况呢？您说啊，这两位老人家大哥哥啊，我是觉得是一个非常值得采访的对象啊。为什么呢？他在银滩连续做了89年公益事业。公益什么内容呢？他主要是为大众服务啊。啊。每天晚上准点准时，自己自助资金啊，搞了一个大音箱啊，啊，去带到这个一帮舞友啊，中老年呢、啊、跳这个交谊舞，哦，国标舞，在银龙湾呢，在银龙湾那边是吧？在银龙湾，原来现在呢，到了咱这个橄榄树的这个大众舞厅，也是由老人家来服务，哦、来做这个领头人。啊，把音响拉过来，我每天晚上是吧干什么呀？都是的。这个哦，老弟不得了。来到银滩这地方、是吧？在银滩这地方都因为啥？都是老年人多。哦。来到这块都是休闲度假的，没有什么别的事儿、一天就出来就是玩儿哈。啊，对。这样的话呢，我一看这样，我就后来之后就自己买个音箱。哦。我已经做10来年的这个放着音乐了。一天阴天下雨，这说呀，除了下雨天，这不小雨都去，没有一时的停顿那段时间。哎，反正接近10来年了，我放了10年，我没收过大家一分钱，没混大家要一毛钱，我就这样做的。那觉悟好高！哎，我问问基本情况，您那个老人家，您多大年纪？我今年73。啊，73是吧？是来银滩之前是在哪个地方来？我来之前是跟原来我是老家是黑龙江的。黑龙江。后来之后我到北京，跟北京待了10年。啊，在北京，从北京到银滩。从北京到银滩。啊，到银滩啊。大巴车给我们拉到这块儿。你在买的哪个地方的房子？哪个小区的？买的是假日海景的。假日海景的是吧？假日海景的。假日海景的房子是买的二手的，因为对。一手是卖给当时卖给济南人多一些，济南和青岛人对。我们那院就是。是济南大院，济南大院，哦，对对对，哦，是那个小区，我特别熟悉，假日海景，对对对，哦，您是那个小区，那就是说您来的银滩以后，就一直就住这了，啊，就住这，我冬夏都不走，都不走了，啊，我冬夏都不走，要不冬天吧，这咱说这个干啥，出来没有，冬天前一般找地方很难找，嗯，头几年吧，我们在那哪，那个森林大厦呢，哦。啊，后来之后我又在森林大厦玩了几年，后来之后我们又到转移到了啊，人家不让咱干啥，人家要用这房子，我们就后来又转到那个银龙湾，银龙湾二楼冬天前跟那边玩了2年，去年玩了一冬天，不到一冬天吧，去年玩几天，后来装修哦，我们装修，我们又进去过了年又进去玩了。今年没有地方了，后来之后这个就找在这个地方啊。刚才说他就是室、哎，他是室内是吧？哎、室内跳舞。对，室内跳舞。哎、这样你还得给他提供音响。都是老年人的。都老年人啊。哎、你那音响你就是买过几套啊？哎，买过，现在买过几套了？3套了。第三套了啊、哦嗯。第三套。是都是什么得花多少钱买套音响啊？头一个花了1500。头一个花1500，第二个又花了是一个900多块钱的，买个干啥？现在买的贵了，现在买的这两个是去年我这个音箱不坏了吗？后来大家说你这音箱坏咋整？大伙集资买一个吧。后来大家去年。别说去年，今年啊，2022年，今年7月份，大家说大伙买一个吧，我说大家买一个吧，后来大伙集资完了买的，又买个贵的，又买贵的，一共买了这个花了，一共是花了3000多块钱，3000多的啊，一共5000块钱，一共5000块钱，两个哦，两个音响啊，两个，那效果就很好了，哎，可好了，这效果是美国曼龙音响，哦，这是顶级的名牌。现在你们这个，你们是跳什么舞啊？我们就跳这个老年休闲交谊舞，叫休闲交谊舞是吧？休闲交谊舞不是国，也不是国标，就是休闲舞。现在看跳交谊舞多少人啊？现在咱那个团队？现在团队我们夏天就多了，夏天我们是在银龙湾，我们160-170人呢。哦，最多的时候啊，160多人。也就是说，在银龙湾那个外面啊，对，那个广场外面的话，有这么大的一个规模的队伍，对，跳交谊舞。对，我去过，
我晚上的时候去过那个地方，它是挺热闹的，分一片一个片区一个片区的，对对对，有的搞健身的，对，有的跳那个年轻的那种什么玩意儿的什么舞，咱叫不上来是吧？对对对，有的国标，对，很文雅的那种，不叫国标，就叫交谊舞吧，交谊舞那个区，老年休闲交谊，休闲交谊舞，不是国标，原因啥呢？年龄大了跳不了国标，跳不了国标，对，我就说交谊舞是那种交谊舞形式，对对对，但是做那个什么的最多最多的行还是那个。跳健身操的人多一些啊，哪呢？就我们多啊，你们最多，没有超过我们。银龙湾我们是最多的，最大的一个团体，最大一个团队，是最多是160多人。那你们是在那个银龙湾正门，好像靠那个水池子旁边的那个旁边的那块儿，对，那会儿光线不是很好。现在行了，现在行了。银行那个灯啊，可啊，银行的灯啊，银行已经调。已经转移到那儿来了，是吧？对，这个据说过去那个银行在大兴二区，现在是搬到银龙湾去了，是吧？对。那现在你们这边甘总给你们提供了个方便啊，这个地方特别给我们提供的这个条件特别好，大家的都挺高兴的，是吧？那你把你们的队伍可以带过来了，啊，我把你们跳舞，哎，冬天还有多少人啊？现在冬天我还60-70人呢。哎呦，还这么大的规模啊！就在这边玩还50多人呢。哦，这还远，要不远嘛，得能也60-70人呢。对，这个地方远吧，像搁银龙湾那边没有车的哈。你，没有车，他就来不了了。有的是大车，你像我天天来吧，我都得拉两个人。您自己开的车？自己开车来都一般往这么来，有车的都拉一个两个的。有的坐不下，那就没有办法了，他也来不了了。对对对，是这样的。那边还有，但是这个居住在这一块的人，他。我还有好多朋友呢，他们喜欢跳交谊舞呢，我跳就跳类似的这种国标那种，就这种交谊舞吧。对，找不到组织的，知道你在这来了以后不找到组织了，不就是？终于找着了，夏天家人大拇指也玩，大拇指也放。夏天你们在大拇指也玩？大拇指我不在大拇指，那谁那个老孙他们在大拇指。我在银龙湾。现在咱银滩有多少个这样的搞这个像这种类似于交谊舞这样的团体啊？现在就是我们两个伙。你和我跟那谁老孙在，就是他在大拇指玩，放夏天。我是一年365天嘛，冬夏完我就在银龙湾放。冬那前这不找地方吗？可哪找？哎呀，我找了好多很多地方，这找没找到。这个地方特别理想是吧？这个地方特别理想。这外面停车位也很多，停车位里边也挺宽敞。然后这个叫。橄榄树又给你们提供这么好的条件，方便条件，对吧？对对，老板这人家也挺支持我们，支持你们，也挺管理的精心，啥事儿都对我们都挺干哈，都大家那很好，都挺满意的，挺满意就好啊，都挺好。相信你们这个队伍可能在这边是越来越扩大了，祝你们越来越红火，办的啊！好，谢谢老人家，谢谢，做公益。